天哪，这生活质量一下提高了呀。好香啊，关心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人。哎，我都有一点后悔第一次见咱面的时候说的坏话了。关心做室友真好，这样的话每天都有好吃的早餐。你看这个，中西合璧，多好。你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啊？人家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要是能将就的话，就去他们家的客厅住吧。住客厅也比跟你合租强，整天吃外卖都吃腻了。点外卖怎么了？我这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，点外卖也是要动脑子的，要点的好吃又便宜。我发现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。那我去他们家蹭饭，你自己天天点外卖好。嗯，那我就学着做吧。李东浩，你跟我出来一下。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还跑外面说？怪冷的。我看到了。看到什么了？我看到夏天房间有一个木箱子，里面装着他跟许泽豪过往的照片，还有夏天写给他的情。他答应了，哎，那真是太好了！现在两全其美。不过，这一次他反应怎么这么大呀？昨天他看见余晖来了，余晖来干嘛？送竞标书的资料啊。他怎么知道我们要竞标啊？又是许泽豪，
哎呀，你们两个是真是孽缘啊！那我昨天晚上那一出，对不起，我这次不能帮你们了，你只能自己解决了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还对徐泽浩有什么心思啊？你最好别有。那你觉得为什么现在我还在关心身边？因为三从四德，还是因为我善良？我没你想的那么神圣。我现在选择关心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我爱他。那如果你变心了，你还会选择许泽豪吗？为什么不呢？肯定转身就去啊，不然我是要骗关心还是要骗自己？总不能在关心身边当个空壳吧？女人，你这是在玩火。如果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弹幕的话，那现在整个屋子满屏都是骂你的。嗯，他们两个回来了。你们俩刚才聊什么了？嗯，没干嘛，聊工作。我给你盛了一碗粥，你吃一点。这些你想吃哪个？这个吧。那饺子要一个吗？走吧，我在门口等你。我马上就来。关心，我们不去婚房了，去海洋馆。出大事了。什么事儿啊？你没发现刚才关心不对劲吗？嗯，是有一点。你们俩刚才出去说什么了？关心知道许泽豪是前任了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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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死定了死定了，这次一定完蛋了。他怎么会知道的呀？你跟他说的？我没说，是他自己发现的。那他怎么知道？那结婚怎么办啊？结婚该不会就泡汤了吧？那夏天呢？他刚才把夏天带出去了。我真没招了，听天由命吧。不行，我要冷静。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关心那么善良，而且他看上去也不是那么小气、那么小心眼的人，对吧？而且最重要的一点，他爱夏天，夏天也爱他啊，所以不要瞎想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。所以说呢，谈恋爱真的不能够脚踏两只船，在不同的人之间暧昧不清，最后这种能量都会反噬到自己身上。可是夏天并没有脚踏两只船啊，他只是跟前任有一个合作项目而已。都怪我，纸人签。我说的不是夏天，是你。我怎么了？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不要犹豫不决，搞得不清不楚，同时吊着张三李四王五。喂，谭旭。带我来这儿干嘛？我去一下洗手间。
跟我来吧。你知道的。为什么一直忍着？你之前不是很会撒娇吗？所以你一路上不说话只是为了罚我吗？虽然我也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，先让你罚着呗。到底怎么了嘛？我在你房间看见了那个木箱子。我原本想一直忍耐下去，到死都不说，但是我发现我做不到。既然已经分手了，干嘛不删干净呢？干嘛还要留着那些照片啊？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吗？对不起，关心。对不起？为什么对不起啊？对不起，关心。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啊？对不起，又是对不起。你知不知道，你每次跟我说对不起的时候，我心里都很难受啊。自从你遇到那个人，你就一直不停的在跟我道歉。我真的不想看见你满脸愧疚的样子，可是我又能做什么呢？那个箱子我从来没有打开过，我都不知道你看到了什么。我本来准备处理掉它的，只是我错过了处理它的最佳时机。有些事情你知道的，他错过了就是错过了。对不起，关心。你能不能不要再说对不起了，也不要再做那些需要道歉的事情了。如果你还是接受不了的话，我们可以分开冷静一段时间。你为什么要轻易的说分开呢？我们都已经要结婚了。你脚还疼吗？我送你回去吧。答应了关心的求婚和结婚，这些都是真心的。其实已经做好了跟关心走下去的准备。但总是会发生意料不到的事情，好像怎么解释都是借口、狡辩，怎么做都错。为什么原谅他？因为我不想放手，也不能放手。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战争，身边的所有人都是裁判，没有人会压我这边。但是越是这样，我就越是要赢。夏天已经答应我的求婚了，我不会输的。小松收了我的花，应该是喜欢我的吧？小松收了我的长板松，他应该是喜欢我的吧？喜欢小松的三个男人都聚在一起了，是选妃吗？你好，你好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因为我喜欢你。我是你哥，我必须得在啊。作为你娘家人，不得给你参谋参谋啊？你们不用管他，就当他是空气。
我今天把大家都叫过来，我就是想和大家说一说我的想法，避免让大家都造成一些不必要的猜忌和误会。我觉得这样对你、对你、对我们都好。我这一段时间经常会收到你们发给我的消息，说实话，这是我长这么大以来真的头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回复你们，所以我倒不如今天在这儿，我把话都给说清楚。谭旭，我喜欢你。从我们开始做朋友到现在，我真的因为你改变了很多，我因为你才变得想要进步，有上进心。谢谢你。但是，我总是觉得我们之间少了那一种机缘。我喜欢你的时候，你不喜欢我；你喜欢我的时候，我又对感情有了一种新的看法。所以对不起，谭旭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余辉，余总监，你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人，你人细心温柔又善良，还有你条件也不错。我们之间认识了这么久，也确实到了那种可以再进一步接触的阶段。对对对对对。但是我心里面始终没有那一种感觉，就是想要再往前跨一步的那种冲动，你能明白吗？跨一步、不好意思啊，我说话可能有一点直接啊，但是我还是想要那一种爱情的冲动，那种可以让我怦然心动的感觉。抱歉啊。我都说完了。小松，我觉得咱们之间是存在一些误会的，咱们毕竟认识十年了，都是互相喜欢彼此的，不是吗？我承认我是之前做过很多让你觉得委屈的事儿，所以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弥补你，咱们从朋友重新开始可以吗？小松啊，一直以来你看到都是我工作的状态，如果愿意多花一点时间，我们多了解一下，你多看看我私下里的状态，说不定你还能找回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，试一下好不好？你们神经病啊！他都说不喜欢你们了，你们老师没教过你们不要乱摸女孩的手吗？那你在干嘛？我从小就不听老师话。你怎么来了？别吃饼干了。你知不知道你休假这段时间错过了多少项目？你不会是来兴师问罪的吧？那你想多了，我是来告诉你，盛世决定跟我们继续合作了。我知道，但是做民宿我没有兴趣了，因为我们做不出更好的。归心民宿项目做得很成功啊，业内有口碑，商业价值也不错。昨天我跟盛总吃饭，他还想说见见你。刚好下周三有一个业内的商业峰会，大佬都会去，你代表公司去参加。下周五有一个民宿设计的直播分享会，你好好准备准备。OK。可是我没有时间啊。再说我们这个行业什么时候跟网络流量挂上钩了？我们也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啊。正常的包装宣传，一个项目做点推广，不奇怪。那你去和我去不是一样吗？你替我去就好了。我这段时间在忙一个别的项目，我没空。许泽豪，你别刚有点成绩就给我来激流勇退行吗？你不怕被业界人挤下去啊？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，如果因为我休息几天就被同业的人员给挤下去了，那淘汰我算我活该喽。行，那你最近在做的是 Alex 的项目吧？他跟我说你跟他推荐了一个人，夏天吧？对，就是夏天。你不是也认可了他的能力了吗？
是，我是认可了他的才华，但是我没有认可你，因为个人原因损失公司的利益。街区设计有什么好设计的呀？做到头就是拿一奖杯，更何况，这奖杯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它有什么商业价值？为公司有什么利润？还有，你以为跟大公司合作的机会就这么容易吗？我要是夏天，我就会埋怨你，不给我这块肉吃。你不了解夏天，你不是他。开公司有开公司的逻辑，公司就是要花最小的成本和最小的力气赚到最多的钱。但夏天他不是一个生意人，他还有对设计的热爱，这跟利益无关。再说了，他又能影响到什么公司的利益呢？直说了吧，盛世这个项目你可以全占，所有的人员你可以随便调用，我绝不过问。今天你来找我想说的就是这件事吧。可你是生意人，你做这么多牺牲，他连知道都不知道，值得吗？如果我和夏天的感情是一场生意的话，你就当我在风投好了，有可能赔得血本无归，倾家荡产，但是我想试试。结束了，哎，我们还有倒计时最后两天，12月18号那一天，老天保佑，千万不要有什么事情。12月18，是许泽豪的生日。分手的那几年，每年到这个时候就会不自觉地想起他，根本不需要任何人来提醒，就是很自然的就想到了。这么多啊？累了吧？快快！这么邋遢的女人，我竟然会喜欢。看到她这样，我的心就突突跳。完了完了，我的病越来越重了。小松现在好美。松松。嗯。这不也帮我一个忙？什么忙？骂我两句试试。松松，这些都是给你准备的，慢慢吃，别着急，也别生气了。虽然你生气了，也很好看。竞标的人很多，基本上都是上市公司，竞争非常激烈，这样的话对下层工作是很不利。行，我知道了。Thank you.
是爱，只想够体贴，想陪你说地谈天。夜落的街头，找一个借口，再多走一遍。心里面的光熄了好几年，直到你再次出现。翻翻旧照片，从前的我们也曾经约定过永远。从前的我们也约定过永远，那些没有我也能快乐的浪漫，我应该成全，不再亏欠。风又吹过的时候，想却梦不到你的时候，错过以后和你碰头，我依然是否还能成为你那个对的人。风又吹过的时候，我最后的梦里你之后，转身的时候，话说出口，没有借口，十字路口，我先回头。也许就能成为那个对的人。今天我就是来现场看一下，拍点照片。金标提案做的怎么样了？毕竟 Alex 的要求还是挺高的。基本方案已经敲定了，搭配老街的时代符号，做复古国潮的风格，主要分三个街区 ：A 区做咖啡烘焙饮食 ，B 区做图书音响文化 ，C 区做生活潮流。所以整体风格就是以。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十家公司有八家都会这么想。老街区叠加复古风，这是有脑子就会想出来的东西。这次金标的公司一共有七家，论规模和成本你比不过世达，论复古潮你拼不过 T2， 比文艺情怀你更拼不过红城文化。你要是拿这些东西去竞标的话，那不就是自寻死路吗？这不单单是一个项目， Alex 说了，这个项目如果做得好的话，很有可能拿去竞争 ADA 大奖的。别忘了你自己的初衷。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，你想把大自然里最原始、最简单的东西带到城市里来。我知道你有多大的能耐。简单而纯净，慢节奏的生活方式。
谢谢。发的图片是我托朋友要的 Colorful Life 创意时期手稿，里面有一些设计元素可以参考。这个网站里面有一个城市森林帐篷生活主题的搭建，创意时期摊位的材料可参考。刚才的东西我觉得只有第二张能用。许子豪，你发的这些。喂，夏天，是我。哎，对不起啊，因为刚才一直在跟他们聊工作，所以刚才接电话也没有看清楚。几点啦？十二点。你那边很忙吗？一直在忙，都没停，也没怎么睡好，所以脑袋昏昏沉沉的。哦，那早点休息啊，别熬夜了。好，忙完这个就去睡。明明想说一些亲密的话，却怎么都说不出口。如果一段感情分阶段的话，我们现在在哪个阶段呢？结婚的话，这种情况会经常发生吗？如果坚持走下去，会不会好点？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那你早点休息，晚安。交往了这么久，第一次跟夏天说了没有走心的我爱你，感觉好疲惫。天下所有的恋人最后都会这样吗？就算没了说我爱你的热情，但还是会挂在嘴边以此来维系感情吗？可是以后真的要一辈子生活在一起，会大部分时间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吗？夏天会跟我有一样的想法吗？在这。
是爱，只想够体贴，想陪你说地谈天。叶落的街头，找一个借口，再多走一遍。心里面的光熄了好几年，直到你再次出现。翻翻旧照片，从前的我们也曾经约定过永远。风又吹过的时候，想却梦不到你的时候，错过以后和你碰头，我依然是否还能成为你对的人。一遍又一遍走在这条街，不愿再让你孤单，想说我会爱着你，可惜短短这一句，总在时间里迟到成遗憾。